嗨，我是鸭鱼妈妈。我们现在在西门町。你们会害怕穿耳洞吗？大家都有去穿耳洞过吗？我考虑穿耳洞已经有大概两三个月，就是仔细思考这件事情。这 Pola 应该会很开心。为什么？ Pola 喜欢。为什么啊？然后我这次啊，在挑选的时候呢，刚好进到一间，那个帅哥讲解的超仔细的哦，他有告诉我为什么他的价钱会这样，然后要用哪一种比较不容易过敏，然后你要怎么去保养你的耳洞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纯银有纯银的价钱嘛，嗯，所以他的价钱都不是一样的，因为你要看他的。他的耳洞啊，我觉得这个帅哥呢，他人超好的，而且他很仔细的跟你介绍，然后让你很放松，就可以交给他，完全就是帮你服务。好，不会了哦。然后我会请你深呼吸，你就深呼吸一口气，就像打针一样。对，就像打针一样，很快，非常快。来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来深呼吸一下。好 ，OK 了，就这样而已。谢谢你。OK。好了。好了，就这样进去啊。对，我帮他戴个耳环。掏耳洞那一瞬间，只有一点点的痛，一下就过去了，好快哦，一下就打好了。这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好看哎。然后我没有给你穿在中心点，可以穿在中心的下面。有点斜下的感觉。对，有点往下。嗯，好漂亮哦。它这样就服帖，而且转很亮。你只要深呼吸。就过去了，这样，好了，重点是我们竟然还遇到了明星耶！这个名字讲出来呢，有些人可能不晓得，不过你的爸爸妈妈一定知道。所以我们来猜名字，晚点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曹新明。耶、yeah! ！丑八怪，丑死了！你全家都丑死了。耶！讲到家。丑八怪。人超好的。在这边打的耳环，欢迎你们来，欢迎你们来，谢谢。好，这边就叫做穿洞日常。